要么六黑要么三，要么六黑要么三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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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我操你们全没进来了，第一把出来我扔不停的。哎，这个在右边，这个在右边。哎，这个没带右边。哎，这个不是还有点，但这个前面。哎，这个不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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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
小心切碎你炸弹！反正，确的残了，准备炸弹了！好的好的，这个大就厉害了。 没回复，没回复，是。我没想站大象呢，但是。喂。这可能没什么太多办法，六个大，六个大很长，我走了。算了，你不需要个。 只能有天书，会有天书，可以拉。就是因为就你推板这个，就是要这要个席嘛，要么一个席，要么一个闸。等等，左边一个锤子，左边一个锤子，去打一波团。哎，对，这个好了，走走走。在后面，在后面。 那我就选，哎，炸弹，这边这个敌方，炸弹，下一波，下一波，撤吧，撤吧，今晚，哎，说到这还是，啊，放狗，走右上方。 走哪儿？走右上。你们走这边，我走右上吧。那等地吧。在这里。后面有那个。站不死。你们先走，你们先走。峰哥，你得跟着我，不然保不得。没事，在右上。正面进，正面进。后边一直有人在打我。左边死，我操！哇！ 你还打吗？打吗？可以打。哎呦我去！进点，进点。你就我们这么大，反不了他，你怎么？ 这你们要打，要打大消来着。刚才要打，要打就打，要不打就不打。刚才我们是先掉两个，对面掉一个，要打就是去把大全掉了，要不打就走了，再等下一波。没大，刚才打出一个大。
他们还有两个没交吧？你好像交了。我没交，因为我在躲地外核弹，然后被麦克一下打一下。要不我放个七六。你刚刚那个情况，你考虑把这个，考虑把技术给大锤，然后让他定点，嗯，不然在门口有点。这两个可以吃吗？我操，里面的两个，我觉得安娜安娜，一针一只，一针一只，一针一。Go， 还有，换了换了，麦克雷斯，麦克雷斯，来来来来，别了别了，怎么安娜被限制了？安娜是最不能掉。下楼吧，下楼。It takes more than that to keep me out of the fight. 来来来，我跟在你后面。到了吗？到了吗？哎，大夫，这没没投到人呢、啊，他没投到人，丢在地上。是他投在你这个？哎，没，没有没有没有，他丢在地上。大夫，走吧走。Watching your back。来。That has been more than。残月龙，我准备进开始在背后，准备下去七六回头打一下。出罩子，出罩子！别查了，别查了！我操！我操！谁拿近点打？拿近点打！哎，谁？我被睡了，我被睡了，我被睡了！被秒了！喂！天！这有一个缺失了，我们还有三人。My teeth need me. No 奶的，小心一点。嗯。这吹色炸弹贴到了迪瓦的机甲上，太可怕了。在点里面打，贴着后面，贴着后面这个方向，我屁股后面这个方向打，不要太激进，贴着我屁股后面这个方向打。快点，来，快点，来！我操！哇，没血包的。好好好，这个大斧。对对对。哎呦我操！送他，哎呦他，收不掉人啊！给点，给点，给点。好难受啊。给点就行，给点。好，这个强硬可以。丁尼斯。哇，这吹色炸弹每次都炸死那么多。那个七星一十，七星一十。哎！谁呀？没。大波，别打一波，我攒个大。是不是我那针给你弹的睡着了，还是对面让大睡的你？对不住你。I'm not ready to hang it up. 下波能打中一个大，准备近点。95要近点。先准备准备先续，先近点近点近点哈。哇，后面有推的，走走走，直接跑。哎，这有个安娜可以说。我死了，我死了。哎，嗯。My teeth need. 哎呀！
哎，我蓄不住了，没有甲。换一个吧。掏个，要不掏个毛妹吧。还是。关键是那两条狗，那个 Tracer 没人抓死呀！你这个阵容。就是拉进去嘛，拉到我周围打，靠着大腿周围打。靠着周围打，一个炸弹全死了。不是，为什么不打放狗呢？放狗也行嘛，打放狗呗，试一下，输了也没办法了，对吧？那个锤子是个黄金的，应该是炸鱼了，嗯。我确实来追你们，你们反正就是尽量靠近他，别进来上来打我们。他主要是他那个炸弹每次都贴的特别好。当然这个就没什么办法了。老子打你跟我在一起这样。崔子在打我。王奶王奶。我现在家里只有我一个人。走吧，给点是我们的吗？给吧，这。可是对面有死神。哎，等一下，我没来，没人跟你去过。救下我 ，OK， 好，回。来了，打这个原始。来来。Heroes never die。你们全被进来了。背后有个 Tracer， 对面死了吗？能进点吗？能进点吗？就进点，不要追吹着，对面就两个人了。能进点吗？我需要打下去，帮打下去，有恐惧症。再进两。丢了球，丢了球，回来。他妈五点血，吓死我！这吹着是真的火。抱一下黑球，安娜。死人。不笑不笑。哎。哇。这就能看到。清人，赶紧清人。点儿还能。那个 DJ。你别续上了。不会，续不上时间。我就清掉的，我觉得。这谁来了？天使八个人选，帮我选。我先奶他们。跟我站一起，有需他们那边有需要要奶的时候，你再飞过去就行了。I could use some assistance. Let's get you back out there. 只能进去了，只能在里面，在这边。来我！哇！哎！然后他们打一个。大哥来Where does it hurt? Right beside you. My ultimate is charged. 吹的也飞球。没逃跑，应该没回数了。这个进右边房间，只能在正面。Let me get you patched up. 星星来了，要跳了，丢了球，回来。
不然给我就行了。行，藏一藏，藏一藏，藏一藏。飞球给星星。那个打不了的话就放了吧。好好好，我们还能再打一波。那种星星跳过来，第一时间把飞球给他。不是星星在跳你啊，当时。是跳我啊，你是我们三个站在一起，本来第一时间给飞球，不然秒不了。我有复活。到了吗？到了吗？你们人齐了，直接拉近点，我正在回。近点，该近点了。我要奶，我要奶，我要奶。一条，给你。裁剪，裁剪。你们死点儿，能拉人。打了，打了，打了。别人没人啊，赶紧裁剪。我在。我奶，我奶。行，别打好了，抱歉。后面跟机啊。跟机是。哇，命悬一线，刚才他的电我都快死的时候打出了一个大。Given those guns to toss them around like trash. Damage was engaged. For many years, I wonder if my brothers and sisters will be pleased. 春色真的烦。这春色玩的挺厉害。他跟那新人机会就是做的挺好的，新人跳过来的出现吹射的这种骚扰的，他如果有大贴中的没大贴，怪你慢点，我们没出来出去出去，可以打可以打，宝贝上宝贝上宝贝，来我的了我的，奶了这个跑了实力卷，对实力卷，星星星一次星一次，他们现在是毛妹加星星两个 T。对着左边，对左边近点。回去了，回去了。黑色给我黑球。给我的球，晚上和尚给我的球。有星星在追我。我给你了，我没事。给你没人吧？别打这些！天哪，这些！天才！哎，没奶的。那个秋秋给我打死！静静来奶你吧，所以你回来啊，你活着回来。我能回来，我有大了。我要退一点，我的位置太靠前。你跟麦特雷站二楼吧，点飞球，别太太打。你跟麦特雷站二楼得了。爸，又秒了个锤子，可以。两次。他们想你可能去右上。右边250包那有个根基。对，有个根基。不管了，不管，不要都去追，不要都去追，让他来卡住这边就行，不要去找啊。他们是不是都上面了？死神，看到就好。跟机下去找安娜，跟机来我去，来我去。哎，死神来打我。还打吗？打吧，我掉了。麦克雷掉到99，撑到99就。对，撑99一波。哇，直接那个双刀一脚过，这样还可以打，我马上翻车。打死神，先抓死神，先抓死神。我掉。哎我操！你怎么跑了？我残血。那你快点死吧。七格血只有。公主别打枪了，打下一波。我去拉人了。哇哇哇！秒了一个。可以。
等人等。和尚大还有多久？我刚用过了。你们退上了，其实五打五。走走走走走走。我有复活的，你们就点力打。二楼有带雷。神在我这。啊，这个是神。I'm here。死神还要打回来？跟着我就好了，连续查了嘛，就不好了。哇！你有这个球的，先拿这个死神。给我的球，我要死了。给你，给你了，你拿星星。我再拿，我再拿。哎，大爷，不要出去。这个门开吗？门好像不开。那什么是半透明就开的？怎么开的？我从来没在这走。一样，我们抢左边高台。还有缺人，我当缺小美、麦克雷、DJ， 没缺手，还有好多多。哎，死神让后，准备跳。死神黑德，麦克雷查麦克雷半死。我也死。吃这个大锤，吃这个大锤，打吃吃吃吃吃掉，把大锤吃掉。大锤，好，我吃了。哇，一个死神的后面。双奶小美。哎呀，背后有个死神，追了我一万年了。大宝，小宝。Good as new。小心被堵门啊！有小美的话。吹子是不是换了个麦克雷？好像是。我到了，我到了吗？好。啊，你被隔了，飞机要保他一下吧，又保他一下。我有炸，没事，小没事。背后，故意不是一道。神残飘了，没血。我去，后面有一个麦克雷啊！在左边桥上。打。Heroes never die。打Let me get the catch up. Don't do it. 不洗澡。哎，露着头让我试试一下。哎，怎么他去哪儿了？是被镜子吸的吗？我也不知道。死神在那个小房间里。看吗？给。好了好了，哎，他吃血袋了，吃血袋就走了。你们露个头给我。I'm here。我在哪里？大锤血不多。死神成功了，在和尚后面，死神在和尚后面。Your support has arrived. 先跳一下，跳。不要太悬了，不要太悬了。
后面这一波可能大招会比较多。那可以稍微放一点点，先接着他就接人，麦克雷，麦克雷。第二，麦克雷，没关系，不急。OK， 这时候进去打。啊，清掉就行，只有一个敌人。不需要黑球。七六才，只有一个不需要了。可以。是不是每次尼泊尔都要打的？我们地推打不了，就我们地推打不好，根本打不了。但那个吹子玩的是最好的，我们地推被吹子克了。那吹子平了拿大锤子充电，然后大招放什么？后来一针对那个吹子，就他们不就不行了。其实他也没扔几个炸弹，他总会。但他每次扔都能炸死人。啊，而且是我们踩的吹子，主要是因为一开始你像我，哎，我用原石什么这种，基本上后排是那个吹子没什么用啊。我没什么办法去管理的。喂。我赶紧去厕所。我去哪儿喝？锤子后来被我跟大腿打的都换掉了。前两句让他太爽了。但是你说我一个卢锡奥，哎呀，突两下，然后他就闪走了，没法玩了。和尚只要打中，他就死在微博看到一个视频，太可怕了，快做梦了要。什么呀？就是一个女的，他们家着火，然后她被困在那个防盗窗里边，然后就活活被烧死了。什么东西啊？防盗窗？她想从防盗窗跳下去，对吧？国内的那种嘛，就是那个阳台，然后凸出来一块铁的那种。那种防盗的窗啊，特别可怕，就看着女的一开始在那儿挣扎，然后就僵直不动了。那就相当于被放在烤架上面烤的熟了。哇，这别说了，太恐怖了。你们要看吗？你们要看，我可以发的群。哇，你别发，什么呀？视频是吗？嗯。哦，视频还是别发，太惨了。变态。我也是就随便刷到的。吃着蓝莓就给他看完了。挺吓人的，发给老司机，就他家有防盗窗。哇，老司机家的防盗窗跟这还不一样，因为老司机家是平地，
他那个房子装，我看他也评论说这家人是在四楼。人都会有很多种死法的，你要是不装防盗窗，那人家入室抢劫也可能就 GG 了，对吧？就还有人说消防队在一楼，然后就是怎么着，说是没水还是怎么着，就生生一个小时都没进去。中国的。你怎么知道他是中国人？视频就发生在国内呀、啊。不是我说那个啊，我说对面是中国人。狗。还有个国旗，看到国旗了。哦。其实都是那看世界杯西的粉丝。哦。